你当你是工程师，基本上你学英文学起来应该都会很痛苦，因为这种人你都会不断的。Kind of 是什么意思？种类吗？所以加进去变得奇怪，对不对？我有种已经买给你了。只要你是工程师，基本上你学英文学起来应该都会很痛苦，因为这种人你都会不断的想要去把每一个单字都求出来，就像你现在做的一样。我们平常在讲故事啊，在过日子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每一句话都会有语气。Honey, I kind of already paused it for you.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 kind of 拿掉的话，你看得懂吗？当你买东西给别人的时候，是不是都会很担心说别人会不喜欢你？ Kinda 就是一种欲言又止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有点害羞的语气，不是吗？感觉讲不太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来个 kind of。 OK， 好。